老外，为何中国越打越统一，欧洲越打越分裂？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翻开史书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，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多次分裂，但统一永远都是主流。反观欧洲，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分裂状态。到了现代，更是再无统一的可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按照目前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来说，上层思想决定了政策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统治者接受哪种思想、制度，那么那些思想制度就影响住地区形势的发展。比如中国，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，早就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注定了这一趋势。当时的秦国的几代君王吸收法家思想，采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，用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，将权力收归中央。在秦国统一天下后，依然采用这种政治制度。而到了汉代，尽管保留了部分分封制，但基本上延续了秦制。在经过长达4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后，大一统的思想便在中国根深蒂固下来，而后来的各个政权也都沿袭了中央集权制度，杜绝了分裂势力的存在。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了贵族，准确地说，在秦朝灭亡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代代相传的分封制贵族大规模出现。然而，反观欧洲，与中国不同的是，欧洲的分封管理制度存在的时间最长久，贵族政治代代延续。如果在欧洲早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，取缔分封制并且长久保持下去，那么欧洲日后可能也会出现大一统的趋势。然而自从神圣罗马帝国灭之后，这片土地再无能够统一全欧的势力，各国的贵族政治得以延续。至于那时的罗马教廷，即便是在13、14世纪当神权达到巅峰之后，也没有顺势取代贵族政治，反而在有意地分化各个诸侯国，同各地诸侯势力争夺世俗权力，并且欧洲的神权与王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是不可能出现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中的，在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分裂之后，对欧洲各国民众来讲，不同国家的人都没有同根同源的思想，因此大一统的局面再也无法出现。